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80集的节目。前几天我发了这一组 3-0 的大黄蜂，我自己随手用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啊，结果大家反应非常的好啊，那甚至有一些老外呢都特别把他们转发到IG 上面什么的。啊，我是有点小意外了啊，意外的呢是就没想到这组照片很受欢迎。第二个呢是这组玩具呢出乎意料之外的让我喜欢。其实我这款玩具我买的时候呢是，跟其他玩具一起带的啊，这个只是顺便想说就摊一下运费吧。对它呢其实没有很多的期待，但是呢由于最近有一个 three 也是 3-0 吧。的一个变形金刚第二集的这个 Optimus Prime，还有风雷模型的风刃啊，以及手边有几个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的玩具，相继入手之后呢，我发现呢，我现在已经懒到连变形有时候都懒得给他们掰，那所以就看到这一款大黄蜂啊，我知道它不能变形，但是它的造型呢，确实我有喜欢到啊。那非常有意思，它是有一个 G1 的造型，又有电影的风格在这里头。那么这个牛角的话，算是它的一个 G1 造型里头非常象征性的特征了。然后涂装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赖，它有一点哑光啊，但是又没有完全消光，有一些做旧的感觉。整体的话呢，前后左右的造型，先给各位看一下，还有一个非常标志的后方的轮胎。那么呢，它身上的话呢，这些沟槽的部分呢，应该都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手涂的，墨线呢，我不是很清楚。然后脚底板，这个感觉还真的很像金属的一个部件啊，甚至我一度怀疑它到底是不是金属。可是摸起来没有冰冷是手感，应该不是啊。然后隐藏的轮胎上面的胎纹啊，那么呢，它这个玩具的话呢。有一些人拿到之后说有一些灾情啊，那它的说明书的部分呢，其实有特别有提醒到，特别是这个部分，它指的是裙甲的部分啊，裙甲的部分呢，是指的是这一块啊，这一块部件啊，这一块部件在动的时候啊，它连接到后面这里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的小心啊，我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我出完的时候呢，不小心这里有劈到啪的一声啊。我现在也看不出它到底有断还是没断啊，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不是很安全呢、啊，我觉得太小了，因为我老花眼看得不是很清楚，看起来好像是没断，目前也还好，目前就这个地方你动的时候特别小心啊。总而言之，那么它有特别提醒到说，如果你这个脚还是可以往上搓，也可以往下面啊，往下面拉下来一点点，再往前踢啊。简单的说呢，你看到、它现在两脚。就没有一样长。他的这个目的只是说避开这个裙甲啊，连他自己都就提醒我们，这个裙甲虽然是可以动，但是不建议我们去碰到了。那么它的可动的话呢，有提醒到说手臂要平举的话呢，先把肩胛往上提，那么是可以完全达到平举的。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，手肘的话呢可以弯到90度，超过一点点，那么全都可以转，因为它是可以替换的。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。而且它有一个脖子的关节啊，所以可以往前面低头一点。那么头雕这个露脸的这个版本是很帅的啊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胸型啊，一个圆弧的形状，然后博派的标志，这个胸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那么大腿也是圆弧形的线条啊，整个家伙的话呢，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造型的。那后方也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金龟车车尾的一个造型。我是不太清楚，它这个应该是来到地球之后的造型吗？还是在赛博坦上的造型呢？不是很清楚。但是这么像金龟车，应该是地球上的造型吧？好了，这个也不是很重要，帅就完事了啊。手臂抬起来之后可以看到内侧，还是有一些细节的。那么它有一些替换部件啊，我们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。首先，看一下这把枪，上面是有干扫的一个效果。那么头的替换的话呢，它是把头拔掉，但是呢，拔头的时候呢，通常脖子会一起拔掉啊，很难说
至少我到目前为止吧，我是，没有说只单纯的把头给拔下来的，基本上连脖子都一块拔掉。那么这个把它扯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个人建议吧，如果能小心一点，还是小心一点。虽然看上去材料还算坚固，但毕竟是小小的一个玩具，非常的小啊，就再把它给扣上。这个头，然后扣的时候啊，因为它里头这个球冠它是会跑的，它是会跑的，你要稍微对准一下啊。我们把它对准了之后，那扣上去会有咔的一声，应该会有咔的一声。哎，那一声没出来啊，没出来就算了。再把这个地方脖子给扣回去啊，这样就完成了面部的替换啊，没有什么难度，就是小心一点而已。然后有这个替换的话呢，有这个张开的手掌，那我们来替换这一次啊。那么这个手的这个替换比较简单，那一样啊，关节都是比较细小，所以在这个拔插的时候，就建议各位还是我们就尽量的小心一点，这样的手臂就完成了一个替换。那么另外一手的话呢，我们就让它持枪吧啊，这里把它给扯下来，这有一点软，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问题才对。但是它这个持枪啊，有一点小毛病啊，这个就这个枪啊，好像握得不是很紧。握的不是很紧，这个还是说它有什么特殊的握法啊？连握这个枪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啊，这个好像这样直接下去嘛，这样的，那你稍微要指头稍微给它捏一下啊，它才能够稍微的去把它握紧一点点。那么这个就是持枪之后的状态。那摆 pose 啊什么的话呢，原则上帅气指数呢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，这个玩具肯定是帅的。但是就是把玩的时候，他绝对不能把它当成是，什么海，就是叫什么海洋糖啊，还是什么，其他那些有些比较可以粗玩的玩具。我觉得这款并不能算是，尽管它不是很脆弱啊，但是把玩上还是要特别的小心。那么这个玩具本身卖点就是造型好看，涂装非常的优秀啊，这个黄色看上去非常的舒服。那因为我今天。我从这个地方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啊，从后面还打了一个勾边框过来，所以它人物的这一侧啊，会有特殊的一个光泽在这边反射，看起来应该会更加的帅气啊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我个人觉得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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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的不可变形的变形金刚玩具。哎，顺便最后扯一个话题啊，经常有人玩文字游戏说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还叫变形金刚吗？我只能说，那长得丑就不能叫美国人吗？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